看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控场哈。他们这边肯定是会摸的，我们挂一场啊，然后再去拦截一下，肯定在现场里面摸的。哼，他们在想啥我都知道，这里80的电机，你如果说守人的话电机肯定够，所以我们不能守。看到没有，这就叫控场，懂我的意思吧？简不简单？这是个意外。那闪电还给吞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真的气煞我也。哎，我看到杂技了，他也看到我了。嗨，他带双弹的，有肌肉记忆，这倒抽不到，还得是鸡哥，真厉害。